赛即将展开，来看一下今天双方的先发阵容。桃园埔园有彭俊彦、施静瑶、李奇伟、陈冠权，还有 Quincy Davis。台湾啤酒则是陈立焕、李凯燕、黄聪汉、周伯勋以及 Leon McMorrow。埔园有加罚的机会，进去了一个抛投出手，球到底线。蒋渊切入的抛投出手没进，连在篮下点进，转移到底线，这是一个 wide open， 出手没进，跳投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，但是我发现他们好像没有太多人会做。用戴维斯的掩护，再回给 Q 一个中距离跳投出手，球进之外，制造更多的空间给前锋球员去进攻。黄宗翰其实就是要这样子打。我一直很好奇的是，他其实在国际赛面。交给吕奇敏外线跳投出手，球没进，篮下是。底线的一个转移，外围跳投出手巨鱼45.2，这也是因为他在准备期的时候。彭俊彦回给戴维斯，尝试投三分球，出手巨鱼，上下剩下5秒钟，再回给戴维斯的中距离跳投出手，球又进了，给到简伟如，再塞到中间篮底下，戴维斯的翻身擦板出手得分。浦原在第二节连续投进2个 field goal， 外线的三分球交给陈清恩。外围的三分球也进，全场最高的11分，在底角的一个中篮板，外线交给陈坚恩攻下11分，再出来交给周伯勋的外线跳投，蒋玉安外线出现一个机会，出手巨同边的蒋玉安其实就已经有一个空档了。好，球再出来 ，Shakla 剩下7秒钟，大号的三分球跳投出手得分的是余冠亚。交给陈冠权 ，low post 勾射出手球进，地板球传进去，好球，没有。哇，前面施静瑶偷跑了，快攻机会上篮得分，球到底角，一个上篮出手球进，还是没有投进。第七位，这也是一个 wide open 出手巨鱼，自己在三分线外的出手。Leon 交给陈立焕，在篮底下去找 Leon， 双手暴扣，Leon攻下12分。这球被抄走，台啤队的机会交给黄宗翰的上篮出手得分，包夹上来，剩下9秒钟，王浩吉的跳投出手巨，对40，切入那个擦板是施静瑶，4分多钟，给到中间的余焕亚，好球，好球，李恩在第三节单节攻下8分，又是一个轻松的快攻机会，王浩吉的上篮得分，陈立焕。停在中距离的跳投出手得分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切入飞身的上篮被挡下来。浦原队快攻的机会，拉开了上篮，又中了时间。李奇敏，哇，漂亮的夹货！快攻机会找到的是林金榜的上篮，球进算 N1， 蒋玉安跳起来抓到，哇哦，剩7秒，漂亮给球，王浩吉攻下了8分。高调这一球，16，第三节传得漂亮，到篮底下，这是一个 N1， 简浩杀到篮底下的出手球进，剩下7秒钟，简浩底角跳投出手球进，交给陈坚恩外线跳投出手，这是一个三分球，再找简浩外线跳投再来一颗角，哦，找不到李恩这个机会，回给吕奇敏。哦，底线球罚得漂亮，反正篮底下抓到进攻篮板再点，来将领先的分数拉开，也是最后没有办法赢球的一个关键。是6分差距的比赛，简浩外线跳投出手巨，73，余冠亚推进到前场传得漂亮，机会给到蒋玉安外线跳投还是没进，篮下是周伯勋抓到进攻篮板，蒋玉安切入到心脏地带飞身上来，地板球再出来。外线交给李奇伟，出手巨，陈坚要走底线，在空中这个转移交给的是陈冠权，回给简浩，简浩小球传得漂亮，半中戴维斯下去的时候，之后的这段期间呢，李恩几乎是没有得分的，是并没有把握住这样子的机会，而且。